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。假如我是你的羁绊，一，因为你，我先是我，因为你，我已经不再是我。Rosa， 嗯，做咩啊？我谂你要睇下上市公司主席与平民妻两个月婚姻玩完，大家唔出声都系因为睇紧呢单新闻啊！唉，啲报纸真系成日都系咁样乱讲嘢嘅，真系。系咯，又会咁过分都有嘅。系咯。发生咩事啊？对唔住 啊， 对唔住啊，取 Sir。其实上个星期我已经想跟你们说了，对不住，我想我以后不可以再请你们吃美国肥牛了。你真的离婚啊？嗯，其实我都没什么的，是我说的离婚。Rosa， 你说真的？你想清楚了吧？嗯，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坐游艇，每次出海我都要吃云浪丸，坐完整晚都不舒服。同埋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看铺，成日对着间铺好像很多人，但是又好像很孤单。同埋我都不喜欢打边炉的，我不喜欢跟人 share 我老公，更加不喜欢 share 我老公的人会来我铺头吃东西然后办好事。够的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取Sir，我真的很失败啊。原来由头到尾我只是为了 Chris 的，每一样东西是我自己真的喜欢的。为了一个不够爱自己的人，其实你已经放弃得太多了，够了。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这个我想是你最好的决定。我会恭喜你，因为你终于找回自己。徐老师，我在这里做了几多年，你又做了几多年呢？这里的学生我见不少了，一个半个警告对他们来说很普通。校长，我觉得呢，徐老师，万一家长吵起上来，是不是你背？是啊。你背？是。你觉得你背得起吗？你觉得一个在外面有秘鲁的中文科老师背得起吗？是。当初我请你是看在你曾经拿过文学双年奖，有些名气，但是你都不要恃才傲物，以为有个奖就大了。我并不是恃才傲物，我只是觉得这样的管理手法是有问题，根本不可以教到学生些什么，你只会限制了他们的发展。学校有学校要守的规矩，不是你这位文人啊，或者一些才子可以乱咁嚟嘅地方。你以为学校真系求学不是求分数啊？我劝你咧，唔好咁离地啦，徐老师。咁你都系想啲同学成绩好啫。得，嗱，你俾一个学期嘅时间我，我会令到司徒志强起码进步二十分。嗱，咁你满意啦，咁你唔使罚啦，系嘛？好啊。我即管看看才子有什么方法了吧。不过我也提醒你，徐老师，如果有一个同学或者一个家长知道你在外面有秘鲁的话，没得留下那个不是他，是你。我是隻眼开隻眼闭才给你这样做的。阿芳，我回来了。唉，今日你知唔知啊？真系好攰啊！嗰个校长咧系真系黐线嘅。阿花，阿花，阿花，啊！你翻嚟啦？你唔系话出去食饭咩？佢系边个嚟噶？雨雪穿了冬，裂了缝，预备迎接一个梦。OK 绷。遮住痛，要把苍白都填充，勇气惶恐，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？101
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海，微笑忍耐。假如我是你的羁绊，一欧阳玲是欧阳，司徒志强是志强，阿正是 Rosa， 麻利是阿花，特别声演李克勤是徐老师。如果你是吹水勤，你会揀梦想定系揀面包啊？作家同老师性质唔同咩？唔系都系想帮学生啫咩？上嚟司徒志强地盘 Facebook fan page 帮下吹水勤谂下咯。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晕开，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海，微笑忍耐，等你回过头来。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